快点就快点啊。轻座商务，你拿人命开玩笑是吧？
太好了，终于死了。啊，雪莲，放下。又开始了，做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不能没出息。喜欢人家就要负责到底。你那个户口本还往那放着呢，你们俩什么时候登记？你没死啊？校长，这怎么回事？问学校的停车场，坐校园巴士离开。他哭错了，他说别的事呢。哎呦，出来！校长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必须说清楚啊！各位，我郑重强调，我们海西丽人空城学校绝对绝对绝对校长不会有。
大家不要打！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应付这样的突发状况。我相信大家能够接受这危机，也请你们相信我，听从指挥，撤离学校。同学们，我们快走，不要拉呀！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等等，等等，就像我们接受训练那样，划船，大家一起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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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露娜，咱们也撤吧，快！哈尼，你不知道我今天为了见你，费了多大的劲儿。那一会儿你还有劲儿吗？那必须的。快去停车场，前面快！快去停车场，去停车场！好，去停车场，快走！你说过，人可以没本事，但不能没出息。学生现在有危险，我跑了，对得起这身衣服吗？超儿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孟娜，孟娜，孟娜。